那一连带两首都是用我们这个很特别的竹乐器的这个演奏。接下来第三首曲子要邀请一位为我们演奏演唱这个东势的这个大浦腔的一位老师哈，曾景月老师啊，他为大家带来两首这个客家的这个歌曲哦。那其实传承这个客家歌曲哈，也具有非常大的这个意义，因为其实我们东势的这个大浦腔哈，是算是我们。 国内呢，比较少讲的一种这个客家话，一般都是四线或是这个海陆腔哈。那所以今天很特别，我们就就近邀请了我们这个曾景月老师带来这个大浦腔的这个歌曲演唱。那我们老师要先带来第一首呢，叫做这个半山谣哈。半山谣是一首这个轻松轻快的一首这个客家的这个小调啊，客家小调。好。 那我们是不是也请我们曾景月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一下呢？太家好，乡亲太家好，太家好，安州到安老爷喽，多年卡的。今天真的是非常多人，而且我觉得这个早上本来天气非常凉爽哈，然后到了现在，太阳出来的话，真的是变得非常的这个热情哈，犹如我们花海一般的这么热情。 好，那这一首《半山谣》呢，我们就来听听看哈，这个用演唱来加上这个竹乐团的这个伴奏形式啊，那请大家一起掌声欢迎曾景月老师。 山歌唱出那那哇哟哟，唱出山歌啊。
谢谢曾景岳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个半山窑哈。